欢迎大家收睇小学常识问答比赛。今场比赛助攻有嘅系姜涛同 Jeremy， 而有攻咗系阿 Jay 同 Anson Low。事不宜迟，即刻问第一题。第一题生物题，究竟啊乌鸦系点叫呢 ？Jeremy 请作答。呼呼，错啊，乌鸦唔系呜声，系啊啊声噶。下一题，呢条系动作题，行行下街个鼻好痕，想打乞嗤，但又冇戴口罩，可以点样呢？姜涛请作答。错啊，忍住个乞嗤唔打出嚟，好伤身噶。答案系掩住口鼻啊。下一题。影视题，图中呢只德德 B 叫咩名呢？阿 Jay 系啱嘅。下一题，动作题，俗语有云，鸡髀打人牙较软，咁牙较软系点嘅呢 ？Anson Low 唔啱啊，个牙较松成咁，似乎系甩牙较、啊。饮食题，请问食乌冬啊，捞咩酱汁系最好味嘅呢？哇！一齐揿灯，咁一齐答啦。食乌冬要捞嘅酱汁系。
今日小学常识问答比赛时间又够啦，我哋下次再玩啦，拜拜。哇，搞掂耶！Rumors，yeah，rumors，yeah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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